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。行尸走肉死城，耶、yeah ！还要想一下有没有？最近天气冷到已经脑袋有点爬袋爬袋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继续把我们的进度超前一下。好，那之前我已经教各位如何使用少少的金钱买手榴弹了，但是呢，老头不太想用的原因是因为我怕因为这样就失去了游戏的乐趣了。所以说呢，老头呢？可能会想办法努力的拼到110万买 AK 吧，不然的话，后面的关卡真的好难过、哦，真的越来越难了，超级难。先把它慢慢的解决掉。哦，这次都是蜘蛛。哎呦，怎么感觉这么的轻松啊？我记得昨天那一集。昨天那一集全部都是那个呢，都是那个什么东西，都是那个毒蝎子哎，来不及反应的。这次是来一个简单的关卡，让我熟悉一下吗？啊，25波，啊不是25波，25只敌人。好，剩下3只，最后一只在那边了，来吧，结束，免轻松赚钱的好居所，哈哈。啊，莫名其妙拿了43000，啊，我们快要110万了，也进了，快了，待会直接就 boss 战了哈。哇，一个这样跑过来，可以，来，再来，钻地鼠大哥。不要来抢我的东西 ！No！ 不要！再这样我就要叫了，我真的要叫了！蝎子来了，完蛋喽！No！ 哦，还可以撑，撑住，摇一下15滴，痛！哦，结束了，可恶！现在应该快要有100万了吧？哎呦，还差好多、哦。那打到 BOSS 战，我觉得应该连 BOSS 都打不赢吧？我现在是5发狙击是这样没错啦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用太浪费啦。意思是说到后面要回去之前的关卡浓装备的意思吗？啊，回去之前的关卡浓装啊！迈过来哦，我要叫咯，痛，弄到一下就痛。快点，还好是这边。Oh no， 要被戳一下了。哦，好痛，好痛。远射，千万不能有所失误，一失误就死定了。快点！哎呀，装太慢了，没关系，过了。41000，哎，我们还差至少打个2-3场，我们才有办法买这一把。听功倍啊，为什么？完了 ，BOSS 战之前应该没有办法存到110万了。干嘛？哦，一呆，不要。哦，不要，走开！可爱的小仓鼠，不要这样！哎，会死啊！数量太多了。仓鼠大晋级，我是要35滴血的。啊，是30滴，没赛。剩15滴，差点往生。
这个给多少？36000。不够不够，要直接靠 boss 战了。好，我觉得我应该这一关要被打假的了。等一下派动我们狙击枪出场看看。哇，有要求，吓我一跳。哎，你是要吓死人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是触手大哥大，触手大哥大是你啊。嗯，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就一只触手吧？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哦。Oh no! No! 哎，不要，会死会死！靠，这个有点难啊，我已经点了。好，射光了，射光了，我剩40滴血。先把你射死再说。Yeah！这次打死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吧，我觉得。可是我的伤害好低哦，该死定了。No！ 主要是老鼠先弄掉了，他的攻击好像对我无效的样子哎。他就专门把我定住，哎，不对，扣5滴血啊。哦不不不不不，不是现在。啊！我要死啊！No！ 哦，要死了！有没有钱可以拿？有啦，21000啊！看，根本就没办法打啊！啊，真的卡关了欸，我们回去玩竞技场好不好？终于存到1100000了，买了，单发伤害45000。哇，这边7000，哎，我光是这一把应该就有办法打赢那只 boss 了。来，我们再回来这一边一下，有这把 AK 应该不错吧？嗯，他那个红点是可以瞄准吗？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哇，伤害好高哦，伤害很高哦，一轮射下来，他就快要挂了。要赢了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！突然变得好轻松哦。马上秒赢，有没有？哇，直接给820000啊，要羞哦！该升了，该升了！啊，该升了，该升了！马上升满升好，下一把多少？160，可以啦。哦，有这一把根本神武啊！我看一下，哎，按错按错，我们要打这个，要怎么离开？不是，我要离开，我要离开这个吧？没错，哦。下一个关卡、啊，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一样的，抱歉抱歉，好，继续继续，我以为是121关的那个刷钱关卡，哦，拿扳手打蝎子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哎、欸，我的扳手那么强哦，敲一下往生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对得到就好啦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打到59只？那我不是就很轻松？干什么东西？可是跟他对得很准欸，对到那个头就好了。Oh my god！ 不要，会死，会死！哦，是要对很准才行啊！啊，没对到就 GG。No！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哦，我杀了多少只？哦，还有29只，还有150000可以拿，好爽啊！来，现在用我们的 AK 来打看看。哎呦，直升机耶！敌人在哪里？我看到蝎子了。哇，好强哦，两下死一只啊，差太多了啦！我说真的差太多了，老鼠也跑出来了。啊！存到一把 AK， 马上逆天，逆天而行，是不是？怎么可以这么的逆天啊？来来来，点两下就去了，有没有？动动！啊，没打到头的话三下，点到头两下就去了。啊！还在你还没有来之前，还没有从地底出来之前，啊，你就会爆屁。
啊，我这个造物主，十方父老们，各位十方父老们，我是你们的造物主。啊，敢忤逆我的人，通通都爆屁！啊，129关了，今天可不可以破个140啊？有可能吗？还是135就好了？啊，来个135也不错吧？啊，前面来的太慢了。奇怪，那个直升机上面刚好像什么东西降下来，那什么鬼东西啊？还有特地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啊、哦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吟诗作对啊，一样一枪就死了。你是来干嘛的？啊，头都飞那么远，像要点八点八的有没有？点八四点八四，哦，这边看到好像有观众留言说什么我都不用瞄准镜，啊，这不给我用啊，我滑鼠滚了滚了，他不给用啊，对啊，他不给用啊，你看上面有个点红点瞄准有没有？啊，就不给我用，我怎么我拿什么办法？右键也没效果啊，对啊，那就直接这样瞄不就好了？还不都一样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哎呀，有第一拳了、哦，开始有地狱狗出来了、哦，这狗还蛮可爱的嘛，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觉得狗还蛮可爱的，我说真的，可是我觉得靠近就不可爱了，对不对？结束 ，Yeah， 轻轻松松。我们看一下 BOSS 哪一关有 Super 关，那个狙击关不是 Super 关，狙击关，我要打到 BOSS 要150哦。我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办法打136啊？哇，我们136关还是140，应该可以吧？哇，这么近，狗狗不要，你再这样我就要叫了 ，No。凶残的狗儿，啊，咬我一下20滴的样子，哎，咬这么多、哦，马上挂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直接头不见了啊，嫩，看什么东西，结束了。下一关132，赶进度，赶进度，快点！啊，这橄榄球球员来这边送分数的，来送分数的有没有？嘿嘿嘿，再来啊！哦呦，哦是哦，哦是哦，哎呦是哦，阿尼啊！会跑哦，对不对？百米赛跑大哥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让你什么叫做跌倒大哥？来啊，来啊，很会哦。哦，前功尽弃了。手指一动你就归西。对，再来，再来。狗儿出现了，完了，没打到。Oh my god！ 跑太快啦！咬一下十滴啊！哦，喵！大爆射！来啊！看怎么看？哦，去了。哦，还剩四只。开始有狗狗出现了，这边两只，它被射会一直往后仰。这种狗看起来像是那种，约克夏的那种感觉，然后约克夏狗狗是吗？给我的感觉像约克夏啊！哇，把它撞爆了！这个狗很会 S 型跑法哦。
哦，真的很会闪，敏捷点满的那一种。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！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！哎呀，被咬了！二一呆，二一呆。好，两只都死了，再一只，再一只。好，最后两只了，最后两只了。欸，如果我是用原本的那一个冲锋枪打，我早就往生了啊。用炸弹解决他们。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来吧，这次来的是蝎子。两下要你去，去哪里？要你去天伦之乐。好，这些蝎子好好回去当成装饰品吧，是吧？连老鼠都来了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我也不用那么早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就等他们靠近一点，命中率反而更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还比较轻松一点。那太远，有时候瞄不太到啊。哎，咬屁咬哦！哦，飞那么高，还撞到油桶嘞！差一只，差一只，啊！尽早解决你，省得我麻烦。来，好，狙击枪的关卡了，也是要保护小宝宝。千篇一律，一律都是这个样子啊！啊，不过这游戏不错的地方就是。怪物造型每一次都会不一样啊！这边有一只吗？哦哦哦哦哦！哦呦呀，想干什么东西？还好还好，那这个是一发解决掉一只啊，不然的话就麻烦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远远的一只啊！哎，这里再一只啊！啊，这里再一只啊！来了！哇，有没有那种狙击枪不用换弹夹的，然后速度又这么快的？啊，把狙击枪当成那种机枪在玩的，啊，大有人在啊！就像是我，好不好？把机枪玩成这个样子，啊，把狙击玩成这个样子的人，啊，世界上可能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我，另外一个也是我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很厉害？有没有由衷感到佩服？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今天就玩到140关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说这样好不好？今天就打到140关，结束之后，我们之后继续破160、180，这是什么？西部牛仔？哎、欸、哈！哦，血变多嘞、欸！哇，没有那么容易啦！哎、欸。嘻哈什么啦？不会这样子死了吧？不，在这种大城市里面，西部牛仔在干嘛、啊？谁准你扮西部牛仔了？完了，死定了！嘻哈！哇，25滴，哎、欸，将近一个弹夹，将近一个弹夹才打得死一只。完蛋了，卡关了，我们还要160万才可以买下一把，后面没有那么容易让你过的啊！完了，今天应该没有办法到140关了，我们再挑战一次，啊，失败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咦哈！为什么累格了？优先先杀掉这个啦！咦哈！血最多的优先杀。好，再来呢，狗儿，狗儿可以慢慢点，把它点掉。牛仔又来了，咦哈！有那个油桶可以点一下啊。哦耶，有喽，这次感觉会过哦。有，这有感觉喽。嗯，没有狗要来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干什么东西？啊，装子弹，没关系，过得了，过得了。呀、yeah, ，这局赢了。
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们差那么多钱才可以买下一把武器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今天先玩到这里结束哈，哦，那個，后面越来越难了，我觉得再继续下去啊，时间会不够用啊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坏小帮人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行尸走肉死神再见喽，拜拜。